挺安静的。刚刚还蛮忙的。啊，对，邱先生告你。邱先生。我说你会回电哦。啊，好。我是说你有空的话。好，我有空，我会回。你真的应该回他一通电话，真的。啊，我想起来，我一定会回他的。你说的有，我是对的。接他一通电话。他很难搞。你说到这里。所以他喜欢吗？对。王小姐啊。哦。他喜欢那嗓子吗？他觉得，他觉得有点太小。小。哦。我记得他很大呢。我也觉得很大啊。对啊。可是后来他觉得第二间房间、第三间房间，他觉得有点问题。有问题？嗯。我觉得很怪吗？还是怎样？觉得那样子比较怪啊。应该是说有一点不太对劲。不对劲，他们怎样才会对劲？就做点来劲的事就对劲啦。哎呦，我是说，好了，我是说房间不是人，哪有什么对不对劲？我放个保护台就对劲啦。哎呦，好啊，我要回去工作。今天下午每次想他们都错过，因为下午我都跟我姐。